见过。麦克风拍听无，爱安尼讲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而且像莲花指各位这样。Oh my god! 对呀，这样子。这是什么？这样。巧不好看了。哦哦。好像电话。你这大拇指好像比六啊，独立发展出来。这样才好看了。这样才好看啊！你看你被翘，被翘。为此。我不会翘。你翘不起来。对呀。这边可以这样子，你会吗？拼了，拼了，拼了！这样子。去睡觉啊哈！爸爸不是我的这个家，别给家里了。看看一下他的初体验，今天体验的是什么？好了，舞蹈。你自己说，你学什么舞蹈？什么 ？Oh my god！ 好讨厌那个帅哥，胖胖的，一直叫人家要跳舞给他看。真的吗？对呀，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在哪里？小朋友，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哎呦！哦，他有戴一个红红帽帽，那个是谁呢？哦，红红帽帽，哦，就隔壁阿姨啊。他竟然讲说，讨厌了，胖胖的，学跳舞给他看。我有胖胖的吗？你不要讨厌，我身材这么好，你说我胖胖的？肚子这么大，你说没有？我深呼吸啊，我刚吃饱饭啊。